请问他当初为什么你有这想法要捐助这所学校呢？啊，其实我只是尽力协助而已。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，如果孩子们缺乏了教育，那未来的社会怎么会进步呢？爹地，你会一直支持你老公做回馈社会的事情吗？那肯定会啊，只要是能力范围之内，一定会。正所谓，取之社会，用之社会。那么这个……对不起啊，我们还有下一个行程的安排，所以今天就到此而已。啊，我们下次见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慢慢来，排好队啊，人人有份，不用急啊。妈妈来，妈妈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来来来来，小心，小心，等，小心。你没事吧，太太？没事没事，我看你脚受伤了，痛吗？没问题，不如我叫司机送你回去哈。我们慢慢一步一步走回去就可以了。这能走吗？能能能。来来来，你们的份啊。谢谢你们，不客气。啊，你小心啊，慢走啊，看好马苗。慢走，慢走。刚才那小女孩啊，孝顺又懂事，真福报啊！你又怎么啦？没什么，只是想想，为什么我们没有后代？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这么多年了，还放不下？如果不是当时不小心。 我就不会流产。一直以来，我们做那么多慈善，就是想要再次怀孕。你怎么又提起这件事呢？我们做善事是要帮助人。你敢说你没有私心？哎，你……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不想再因为这件事情跟你吵架，你先休息吧。 我出去一下。你要去哪里啊？Jennifer，我回来了，你在哪里啊？ 师兄，您的善行，佛菩萨会知道。多行善，种善因，得善果。
您不是什么事情都知道了吗？那为什么我们夫妻俩的心愿你就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的？您要我做善事我做没两句，然而呢，种什么善果造什么福，有用吗？我只不过想要一个圆满的家庭，有孩子能够陪我们俩百年归老，有这么难吗？会很过分吗？您别忘了，您的今生，您的佛堂都是我出钱捐的，要不然会有这么多善男信女供奉你吗？你做善事是有原因的吗？佛陀讲话，佛说显灵。那现在就带你去看你想要的生活。哥哥啊，哥哥啊！哎，对哦，我们还没有帮他取名字呢。那就叫他 George。啥的咩 ？George 是男孩子来的。进，叶令。Joyce，就这样，他笑了，他应该喜欢。Joyce，这是你想要的完整家庭，对吗？好。你们两个可以近一点吗？还给我！建立凡，你管一管他们吧。哎呀，我没空了，你看到我在忙吗？你没看到我在做东西吗？小孩子你没有份的，你要管你去管啊！你们两个给我过来！哎呀，你不要一直骂小孩啦！过来，来，不要管他，我们进去里面玩啊！吵死了！这里是慈母多败儿。这是你想要的幸福生活吗？对，这就是我想要的，虽然是吵吵闹闹，但也是一种幸福啊，总好过我穷的只剩下钱而已啊。好，那你再看看。阿伯，给我出来。去拿 spare key 给我。周末发生什么事？你儿子啊，我公司的同事跟我说他吸毒，你知道吗？去拿 spare key， 快！不会吧？喂，喂！喂，喂，起来了，别开玩笑了，来，起来。现在你觉得如何呢？那我们再往下看。那德嘉记得要买水果啊。买你最喜欢的苹果吗？对不对？你不喜欢吗？爸，我想去车拿东西一下，我电话在里面。哦。哎哥，小心点啊！我们在那边等你。现在感觉又如何？儿女是福，也可以是债。来吃一口 j
做梦！你是谁？说，我儿子啊，律师来的，你不要乱来，我告你哦！啊啊啊！告我告我，来来，自首吧！哎，做梦！不要乱来啊，我告你啊！好好，告我告我，来来，自首！不要啊！哎呦，你看你看，我女儿啊，医生来的。你哦，你别乱乱放毒哦，我告你哦。好好，你告我，来吃一口吧。告你呀、啊！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怎么讲呢？一切都是镜花水月，你要懂得珍惜当下所拥有。一切皆因果，就因为你的慈悲，所以改变了你原来的果报。眼见未必为真，种善恩得善果，所以你还是珍惜目前你所拥有的福报。明白了，弟子明白了。感谢佛陀的点化，弟子明白了。感恩，感恩，感恩。弟子以后一定会抱着感恩的心去做善事。感恩。怎么了？对不起啊，老婆，我爱你。知道自己错了没？都不知道你发什么神经了。是啦，是啦，是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吗？慢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难道你真的做了什么错的事情？没有啊，我真的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啊。真的没有？没有。